降一九，那个廖东是要呼叫。三，你请那个腰沟到。喂，小姐。窗口那个皮塘这边，皇家围亭对面的皮塘这边。小姐，请腰沟过来，他现在还有意识。小姐，你还好吗？哎，有没有那个？哎，过三圈。来救生圈，来救生圈。女生抓着那个栏杆。你先抓着旁边的东西，抓着水管，抓着套，把它看会套住它。姐姐，怎么可能跳？姐姐，上面，来，要动，要动，要动，摸着，哎，摸着它，摸着，抓着，它看不到啊，哦，它看不到，它看不到。谁会游泳？救下来，好不好？救下来，梯子救下！长的梯子，帮我拿一下，人在水里面。长的梯子，帮忙一下，大哥。麻烦救一三届时间哦。再起来！哦，还会动哦，还会动吗？把他嘴巴歪嘴巴。本所接获报案，有民众不慎跌落皮塘，警网火速赶抵现场救援，同时通报消防人员。期间，员警及现场民众以抛掷救生圈、绳索等方式进行营救，但该位民众因体力不支，无法拉住，逐渐沉入水中。员警见情况紧急，将路过的工程车拦下，请其借出长梯救援。驾驶崔先生立即配合，利用梯子下到水中，将该位民众拉到岸边。消防人员赶到，将其紧急送医，目前状况稳定。